吗？都破坏之光，自由命中注定，抉择猝不及防。莽撞迷惘不知去向，紧紧守卫心愿力量，坦荡凶猛众生万象，逆流而上，脚印瓦解太阳雨雪，破阵平行韶光，信仰拼凿千古跌宕，筹谋赋予万康，狼烟渲染抹杀，修炼蓄势待发，心霜不解戎装，却能负伤，一生能越佩戴神杀，孤月暗潮狂澜之下，历经时光写尽，只为将阴魔都烟化，嫉妒梦回年少，无悔皆心踏入修罗风沙，不再执念同心拼杀，尽我心愿将征途平康。我这一拳疼吗？疼，那还不赶紧去追分。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哎，等呗，还能怎么做呀？现在星元石还没有跟宿主完全融合，我们还有时间。时间越久，变数就越大。我们再等下去，万界的其他势力也会掺和进来。星元之主身边有其他高手，祖地的禁制令你无法发挥实力，只能等祖地慢慢接纳你，星元石和宿主彻底融合，那就是你出手的时候了。那要怎么做才能得到星元石？有两个选择。哪两个选择？哼，将星元之主纳入门派，收为座下弟子。第二个选择呢？那就是杀。师父，师父你调养好了？为师调养好了，谢谢徒儿关心。清晨那女子的实力着实恐怖，仅凭气势就能伤我至此，我真动起手来。哎，既然师父好了，就赶紧带圆洞吃大餐吧，圆洞饿了。好，为师这就带你去。吃大餐了，师父，您的伤不碍事，再静养两天就好了。师父，接下来怎么做？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师祖交代的任务，哪怕再难也要做到。实在没办法的话，到时候只能用那一招了。师父是想召唤师祖。师父，万万不可，您的寿元本就不多了，一旦召唤师祖恐怕……哎，我寿元将近，即将突破无望，为了我们这一脉的未来，哪怕少活几年又何妨？此事就这么决定了，当下我们还是想办法接近此人，如果能将其感化，皈依我佛，加入我们山门，就最好不过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再召唤师祖。师父师兄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咱们快去吃饭吧。走吧。队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苏九的修炼资源到了，麻烦你去签收一下。苏九的修炼资源？对啊，上面刚给他补发的修炼资源。苏九的修炼资源怎么还往这里拨付？难道三队他们还没来得及申请档案调动？三队向来雷厉风行，上一次挖人，人刚同意没过三分钟，档案就被调走了。
这次怎么还？会不会是秋队？难道是秋队出手阻止了？队长，肯定是秋队，一定是他出手了。哼，走，不管那么多，我们先签收，稍后再去问秋队，看到底什么情况。好。狄江，找我何事？没事就不能找你吗？有事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刘成，你可听过星元之主？你是说自古以来的那个传说？不错，星元之主出事了。那只是传说而已。传闻星元之主出世，穹苍九变，星河木落。你看那边，星元之树，你踏入化神归一境界了。这是半个月前，炎国官方拍到的一个画面，金色光点所落之处就在江城之内。随后，炎国的特别行动小组，还有修炼界管理局的负责人秋霜都赶到了江城。数日后，特别行动小组三组队长青山和副队长赵维居相继到达江城。关山苦行者本尘以及他的大弟子元明也陆续到达江城。另外，就在几天前，邪教魔宗在江城附近开启了血魔大阵，可惜最后以失败告终。你想怎么做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我要做抓黄雀的那个猎人。我有什么好处？密师宗化神篇的功法。成交。